这次这个快递可以说就是个挑战。妈妈，你到底买的啥子？打开你就晓得了。这个是虫子，有法吃吗？有法吃啊，这是零食，全都是蛋白质。那还可以吃吗？这个是大麦虫，我们倒出来。这是面包虫，这是苍蝇、蚂蚱，这是豆虫。这次我买了五种虫子哈，回来挑战一下。我看旁边很多人都在吃，而且我妹妹她去重庆的时候还给我拍了图片，全都是虫子，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五种回来，然后挑战一下。其实闻起来还是比较香，我感觉吃起来应该比较脆哈。现在我想去喊妈妈来尝试一下，看看他们敢不敢。妈妈，这是虫子大餐。就这个豆虫比较少哈，这一盘就这几个，其他的虫子都是满满的一盘。妈，你在干啥子？我来炖点汤，炖鸡肉。快过来，我给你吃个好东西，买几把零食，来嘛。比那个还好些，蛋白质高得很，快点过来。真的哦。待会儿看妈和四奶子的反应哈。这是菜。嗯。菜瓜要种。可以吃。这全都是虫啊。敢不敢吃嘛？我管啥子都敢吃，啥子不敢吃啊？没啥子不敢吃。妈，我发现你有点奇怪哦。都不吃，你净吃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快点来，来人！我嘛，啊，你不要过来了。你看我不敢吃的东西没带。好，好不好吃啊？还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假的哦？你该多买两两，这个买少两两。你让我感觉好意外，我以为你不敢吃。这个好吃，师姐，好吃。这个是我们喊的炒海虫，哎，别挑不上啊，还不。啊！我信。这些人咋这么可爱的？他带这么多呢？你咋哪来的？吃看看。饭吃了，下午我们也去带哈。你看，妈吃的好香哦，每样都尝一下。我喜欢吃这些啊。你今天买啥呢？我喜欢吃这些。我吃这个。我敢吃。这也没好吃的东西还不吃？你看妈吃的多香。这个蛋白质好高。妈说这个好吃哈，我也来尝一个。闻起来还是比较香，因为这个是油炸过的哈，吃起来应该很脆。刚才我听妈吃的声音，咔嚓咔嚓的脆哈。烤。这个没得啥子味道啊。咔嚓咔嚓。这个真的没得啥子味道。哦，妈就像在吃菜一样。帅哥，你也吃过吗？看，妈吃的好香，真的，他的反应让我感到好意外。我以为他会尖叫，看到这些虫子，结果他像当菜在那里吃。妈，多要讲究，这么好吃，我今天吃这个嘛，我不炖你了汤，我不吃。妈，我还不晓得你好这一口。挺好吃。骗了，盘子都骗了。这四样都好吃，就吃这个炒猴子，这个不好吃。这个不好吃啊？这个是卤的。它是装在袋子里面的。那个马啊，有点卤了，因为装在袋子里面的。马就给汤圆吃了，这汤圆子吃的好香，香不香？我以为买回来哈，又没得哪个吃，还会帮他们吓一跳。没想到妈比哪个都吃得香，就像吃菜一样，真的是好让人意外。妈每次都是我们不喜欢吃东西还怕的东西她都喜欢吃，都不怕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她都不喜欢吃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见。你们敢不敢吃？